做梦呢你，知道它的主人是谁吗？ FRT 车队的传奇人物马清华。马清华？传说中的马清华？对啊，你也知道马清华？当然知道了，他可是我偶像，我收集的赛车模型都是零号的，原来是马清华的。还说是偶像？行吧。干嘛呢这是？你谁啊？干嘛戴别人头盔？我本大人萧纯，这你的？一个头盔嘛，别那么小气。这是小气不小气的问题吗？秦轩，你认识这家伙吗？那辆车又是怎么回事？是你的吗？是啊，车位空着还不让停的。这个车位是秦轩的车位。哎，秦轩，你倒是也说两句话呀。哎呦，小气巴拉的，有车位就停呗，哪那么多规矩？你这小子，哎，干什么？搞什么搞？今天开始就是我们车队的机械师。那个小子呢？他是车神陈护平亲自推荐来的。陈护平？还有啊，他们家很有钱，非常有钱。啊，真的吗？他们家非常有钱？超级有钱。嗯。总之，我不喜欢那小子。是谁告诉你他们家超级有钱的？还能有谁啊？当然是陈护平啊。太夸张了吧，比我们家有钱的人多了去了。再说我们家有没有钱很重要吗？这有钱能是鬼推磨的社会啊，真是肮脏。什么的，我走。过来过来，你放手啊。对，我们队是穷，但人穷志也短了。你当我不懂那个陈护平搞些什么人呢？还要我们，哎呀，好好的培养，将来壮大我们车队。壮大他说的容易，怎么壮大？那得要钱，得有这个才能壮。我们现在状况了，连给队员买双鞋的钱都没有。您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他们家不是很有钱吗？啊，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买辆新车，再给所有的队员把这鞋子都换了。要是他算非正式的，没关系，嗯，但是算正式的，我坚决反对。哎呦，我的祖宗啊！好好好好好 ，OK。哎，这。赞成还是反对？来瓶水。嗯，我反对，坚决反对。要入队不也得看看实力吗？你这是…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秦轩，有眼光，难怪我第一眼就觉得你与众不同啊！别对我动手动脚！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！我发现你们一有空就打架，是不是？都听我说，这个萧纯是陈护平亲自引荐的，让他通过体能测试，那么萧纯就是我们车队正式的成员了。听见了没有？听见没有？工具箱，你在这里干嘛？工具箱，工具箱，叫上你了。工具箱挺顺口的呀，听惯了有没有很亲切？没工夫跟你打嘴仗，我是来这里听课的。哎，机械师学什么赛车啊？那怎么了？我也会开卡丁车的。再说，身为一个机械师，想要调整好赛车，当然应该懂一些基础理论知识了。这么说还挺有道理的。不过，
你真的会开卡丁车？嗯，干嘛？没什么，就是希望以后我在赛道上跑的时候，你别碍手碍脚的。就是希望以后我在赛道上跑的时候，你别碍手碍脚的。哎，经理，你怎么一个人来啊？特别讲师呢？哼，我今天不是车队经理，我是特别讲师。特别讲师不是陈虎平老师吗？他呀，他是个大忙人，平时我都很难得见他一面。等一下。你早上身份是保安，平时呢是经理，现在是讲师，一会儿还要扮谁啊？你到底是什么人嘛？还有啊，你的赛车教练也是我啊。这叫一员多用嘛。不会是因为没钱请不起别的老师吧？嗯，好了，不聊天了啊。现在我们就进行基础理论教学，我们先从赛车的基本用语说起。哎呦，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上赛道去跑两圈练练啊？真是，要不然偷偷上去跑吧。赛车都没有。我不是说过吗，要想进到我们车队那必须是有条件的。这你的条件就是这个这个。哎呀，到底什么意思吗？钱。我们车队没有赛车提供给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明白了吗？啊，真是的，什么叫因为我家有钱所以才能进车队啊？师傅让我来，肯定是看出我有当职业车手的天赋。那就证明给咱们看，给我们展现一下你的实力。什么意思？这是要干什么？新来的就要遵守规矩。从一开始就拥有自己专用赛车的队员并不多，所以在拥有这个资格之前，从打扫赛道到大大小小零零散散的杂活都由小弟来做，不是吗？我是小弟。扫干净点。好。什么意思吗？我自己买辆赛车不就行了吗？到时候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做实力。哎，工具箱上哪去了？工具箱，哎，快出来。哎，干嘛？别动了，跟我去个地方，快点。哎呦，我事情多着呢。哎，回来再修嘛。啊，先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哎呀，脏死了。啊，你要干什么？好了，走了。等我把这辆车修完呢。没车，我自己去买一辆不就行了吗？买一辆。走了。你说卡丁车啊？你真要自己花钱买？对啊。那你知道要花多少钱？钱哪有我的自尊重要啊。啊，真是搞不懂有钱人，跟我完全不是一国的。
哇！哎呀，宝贝儿，我来了！哇，太帅了，简直！哇，这脸也不错。喂，你再想想清楚。就是你，就是你了。原来一切都是为了遇到你啊。真的是。你别冲动，这可是辆车。可它完全就是为我打造的嘛。麻烦一下，这辆车我要了。一次性付清。不好意思先生，您的卡好像被冻结了。